为了向锦锦求婚来准备聘金的。虽然我现在还是个穷小子，但总有一天会出人头地，一定要能打动锦锦的父亲，让他同意我们的婚事。我一定要尽全力，不能让锦锦再跟着我吃苦。我都要哭了啦，真是让人羡慕死了，太感人了。一定会幸福的，我真心这样想，祝福你们。现在是八点档上演了吗？手机并不防水，你们知道吧？再哭下去啊，等等玩家的手机里面就能养鱼了。我这次带来了不少设计，不如我们相互切磋一下。没问题，暖暖是我的搭配师，主题是什么呢？